你们抢票还可以吗？过潮的举手，丝滑的举手。啊，听不懂哦，过潮就是。丝滑就是。丝滑。没有买黄牛票的吗？不要买黄牛票。你让他进来看。你就不要跟他买。你们抢票还可以吗？过潮的举手。丝滑的举手。啊，听不懂哦，卧槽就是卧槽的举手，丝滑就是丝滑的举手。哇塞，其他都是买黄牛票的。演唱会不要聊天。对，嘿，你们看得到我的 keyboard 手吗？出去给他看一下。因为你们没那么贵，你们看到我的贝斯手吗？因为你们也没那么贵啊，你们两个没那么贵的，看得到我的鼓手啊，鼓手，要跑的，接下来就是我的绝招，我的绝招是什么呢？波浪舞，什么是波浪舞？我们先示范一次。台上的坐下来，开始。第一排最贵的，其中最贵的，从你们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停！那边有人偷跑，不要急嘛，你看到前面人站起来才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预备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